这里是东莞后街镇，然后这里是赤岭的娱乐公园门口外边，然后现在是晚上了嘛，在这吃个宵夜。你看这里多热闹，这里非常热闹，全是夜市。九号码头，老字号，生意太好了。好甜好甜的新疆石头瓜，西瓜，1.5元一斤，包开包甜，包开包甜。来来，好甜好甜的新疆石头瓜，烤串，1.5元一斤，包开包甜，包开包甜。肉夹馍。还有卖花的长沙臭豆腐，这边是水饺，有人想吃个水饺。对面，对，都是在这个赤岭这个娱乐公园大门口摆着。河南烧饼、手机配件、麻辣小龙虾，好热闹啊！小龙虾。本店泰国烤鱿鱼特价38元一条，38元一条，凡进店消费立减八。好热闹啊这里！那妈三。想搞一个凉菜吃一下。这田螺很受欢迎啊。烧饼，炒河粉，凉菜，这凉菜好新鲜啊。晚上热闹啊，晚上还有生蚝，它的生蚝是18元一打，还是比深圳便宜哈。晚上很多人在这吃宵夜。赤岭公园就在对面，赤岭娱乐公园。重新装修，全场清场，一键不容。洗发水、洗衣液、沐浴露、清洁剂、护肤护发素、牙刷、牙膏，这一条街都特别热闹。口红、海飞丝、自然堂、韩后、水果，低至两元起，亏本大清仓。这是凉皮、凉面、凉粉。哇，这油炸的土豆啊！加豆腐一个是8块、10块，这很香。我看一下。麻辣的。这是坛子鸡。
有鸡爪、鸭肾、什么大肠，放在这个坛子里面。哇塞，这好大的鸡腿啊！猪头肉，25块，50块钱。猪头肉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15，这个18，要多少？也不贵，猪头肉15，瘦的18。油炸地狱，绝味炸鸡，这是烤鸡，湛江生蚝18元一斤，18元一打，不是一斤。生意很好，这里。这边是铁板扬州炒饭，凉皮。哇，你们要喜欢摆地摊的，在东莞摆地摊还是比较热闹的。你看，这摩托车也是，没人随便骑。这边生意也火爆。炒米粉、炒河粉、麻辣烫。这是炒米粉，又下雨了。看生意好吧。这边也是。生蚝烤饭。本店烤活鱼特价38元一条，38元一条，南京店。